健康的事，您准备好了没？早就准备好啦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你在干什么？守护健康啊。商品满意保证，每组2980元，现在购买赠送价值3800元健康好礼。跟着我一起运动，越动越健康。悦动多功能可调式舒压枕，订购服务0958-797-777。健康的事，您准备好了没？早就准备好啦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你在干什么？守护健康啊。商品满意保证，每组2980元，现在购买赠送价值3800元健康好礼。跟着我一起运动，越动越健康。悦动多功能可调式舒压枕，订购服务0958-797-777。Hello， 很久没有跟大家聊天了。你看我今天在做什么？我在泡茶、喝茶、聊天。为什么看我那么高兴呢？你看今天我要介绍啊，整组我的朋友、好姐妹张小燕她自己的两岸谣创作的那个艺术品，茶杯跟茶壶。都很漂亮，对对。张小燕是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，这些都是她自己用心去画的，用心去设计的。她每一个杯子、每一个茶壶，她都有故事在里面。其实为什么像刚刚，为什么我讲话的声音有一点深沉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其实想到这些东西，我就不开心，因为为什么嘛？因为她的东西非常贵。但是我也很开心呢，今天看到的东西呢都是他送我的。但是贵的这部分哈，就是说一分钱一分货，贵有贵的好。对，就是你看哈，像他这个杯子有没有，他每个杯子他都有每个杯子的特色。他这个是两个杯子，对不对？其实他摆设的时候是这样子的，放在这样子。他这个是叫牡丹花，有没有看到一个牡丹，他是摆这样，这个叫圆圆满满，所以它是这样子的，哦，它是要喝茶的时候点这样。你看它的那个落款，它的落款就是这边写了一个两岸谣，有没有？两岸谣的国字，还有它的那个地图，有没有？台湾宝岛的那个地图的那个图样，所以它这个是非常漂亮的。它是这样，它有分大小，这个算是比较大一点的杯子，还有这种。是比较小一点的杯子嘛，但是重点哦，你看呢，里面有什么？我们可以寻宝，里面有两只鱼，这个叫年年有余，一只鱼，两只鱼，它是画的是栩栩如生，有没有？画的很可爱。它这个杯子也是牡丹花，也是牡丹，两朵，一朵粉红色，一朵大红。像刚刚那个跟我们大的这个不太一样的是。因为它这个杯子是没有两个盖在一起，所以它这个是单个的。好，它这个里面是有鱼的。好，再来就是你看这个哈，它里面是有种牡丹花。牡丹花在背面很特别的地方，背面你看，一样是粉红色、红色的牡丹花哈。再来就是，有没有看到这个金黄色的？我们最喜欢的黄金，这个叫。99点纯黄金水，去用心去画在这个上面，再去烧的。你看，像这个也是啊。你看它这个是一个牡丹花，旁边还有用那个999的那个纯金的那个黄金水去画的，这个也是一样。对，这个很漂亮，对不对？它这个是有比较有颜色的，像这一款呢。你看这一款，它是用那个蓝色、深蓝色的花去呈现，突出它的美，有没有？很漂亮的，就像这样子啊，送人，我们自己用都很适合。像我回大陆啊，我就是
我就是给我爸爸一套这样子的，它有分两种，一种是这样子的，这样子是它是用白色的笔一样的画这个花，但是这个口跟上面的笔有没有跟这个把有没有，它是用黄金水去画的，所以这个会比较特别的地方。还有这个茶海它也是这样的，它的底部也是用黄金水去画的。再来就是看个人喜欢，有些人会喜欢这一种的，它是完全是用黄金水去画的，就是99.9%一样子牡丹花这样子，有没有？这样它的落款一样是在那下面，点按摇。这个是茶海，好，这个是茶壶，是这样的。很特别，像我回去大陆啊，我就送一套我这样子给我爸爸，哦，还有这个茶杯，它就是你可以自己自由搭配，你自己可以去选择你想要的什么样的图案，大小的杯子，还有一个最可爱的就是这个灯灯，怎么样？其实有机会的话，你可以去张小燕她的工厂里面看，她有很多的花瓶啊，很多的工艺品都非常的漂亮。她的公司就在莺歌啊，莺歌两岸窑，只要你找到两岸窑，就可以找的搜寻得到她。我这个只是一部分的一点点啊，你可以去她那边看，她那边非常多，都是很漂亮的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所以我这个我就很喜欢了。我都去大陆，我都买这个送我的亲朋好友，这个都是他送我的，可爱吧？连按摇，连按摇，推荐给你。OK， 今天就聊到这里吧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好朋友们，麻烦你帮我分享。那如果有需要想要了解更多的话，可以进入官方网站张小燕的那个两岸窑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